于多伦多的北部，望是 Dufferin 和 Rutherford Road 的西北角。它是 Freehold Townhouse 无管理费双车库的联排正屋，总共推出八个 blocks， 共有44个单位，预计在今年的年底、明年的春天建成。这里是旺市地区最受欢迎的居住社区之一，这里社区环境幽静，有茂密的公园、一流的学校、高档的购物场所和便捷的交通，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 No Fields 超级市场、幼儿日托中心、酷梦补习班、银行，开车五分钟即可到达社区中心、餐厅，八分钟到高尔夫球场、 Longos LA Fitness 健身中心。这里也是孩子们的天堂，开车不到十分钟即可到达 Lego 乐园、 Reptilia 爬行动物乐园，还有 Sky Zone。如果你想要购物，这里十分钟即可到达 GTA 最大的 shopping mall Vomios。 从学区来看，这里有一流的学校，比如著名的私校 Waldorf School 和 TMS Toronto Montessori School 都只有八分钟的车程。从这里到著名的学府约克大学的主校区开车十分钟的车程。这里还有排名靠前的公校，并提供像 IB、AP 这样的为高中学生特别设计的 program。 从交通方面来看，这里交通便利，临近407、400 Highway 7，开车35分钟即可到达多伦多市中心，5分钟开车到达 Rutherford GO Train Station。 GO Train 有立体停车场，直接到达 downtown 只需要35分钟，为在 downtown 上班的人带来了便利。这里是非常成熟的社区，所以无论你是白领上班族，或者是有着老人的大家庭，还是带小孩的小家庭，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Thornhill Trails 将传统建筑与现代设计交织在一起，打造出定制住宅，以可负担的联排别墅价格提供独立式住宅的所有风格和便利。 Thornhill Trails Townhouse 是 Freehold 无管理费双车库的联排正屋，目前售价在110万左右，每尺均价仅500元起，跟附近建了很多年的二手房价钱差不多，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而且您只要付10万的首付，就可以拥有一个超级漂亮的家。Block 1到 Block 6是东西向的， Block 7和 Block 8是南北向的 Townhouse， 因为 Block 7和8后面有公园，所以价钱上会贵一点。房子长宽是20x90的 Lot， 大概有2000多尺，共三层，三房四卫，双车库可以停两辆车，另外车道上也可以停两辆车，总共可以停四辆车。一楼是车库和 family room 相连，一楼还有一个卫生间、变电箱和洗衣房。从楼梯上来到二楼是客厅和厨房，还有一个卫生间。二楼有一个超大的露台，可以想象阳光的午后，在露台上喝着下午茶、看着书、听着音乐，非常的惬意。三楼有三间卧室，主卧、卫生间带有一个淋浴房，主卧还带有一个阳台，另外两个卧室共用一个带浴盆的卫生间。开发商的内部设计也是非常的典雅时尚，可谓独具匠心。一楼是八尺的天花板，二楼和三楼是九尺的天花板。整栋房子采用的是天然橡木的楼梯和扶手，二楼地板用的是考究的橡木实木地板，卫生间、洗衣房、厨房等铺有典雅的陶瓷地板。此外，开发商还贴心地提供了一套智能家居系统，其中包括从车库到房子的 Smart Home Lock， 三个智能照明控制开关、智能恒温器，让您无论在哪里，通过一个 APP 就可以设定您家里的温度，非常的方便节能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发商 Remington。 Remington 是一家加拿大的本地公司，1940年成立至今有60年的历史，涉及土地开发、住宅建筑、商业和工业建筑、物业管理等几个方面，发展的多样性一直是 Remington 集团公司成长的基石。公司的持续成功是基于对所有工作均采用相同高质量标准的承诺。在约克区，他们是家喻户晓的开发商，每个发展项目都是地标，例如 Downtown Markham、 Remington Center、 汇通广场、 IQ Condo、
等都是 Remington 出品的。多年以前 Remington 在 Thornhill 享有盛名的 Dufferin 和 Rutherford 社区打造了一系列壮观的联排别墅， Thornhill Trails Executive Towns 是他们的又一力作之一。谢谢您的耐心聆听。